普京命运，普京八字壬辰年，己酉月，壬戌日，辛卯时。他作为领袖强人，在俄罗斯处于生死存亡之际，临危受命，挽救了俄罗斯。其八字具有独特之处，他八字是伤官制杀格，巧妙之处在于辰合有生杀，卯戌合化火生助日元，丙辛合财暗化官，助他拥有权力财富。他八字其在可以看出东西方矛盾。他八字四主各两柱汇合成两极化，年月辰酉合代表西方阵营，日时汇合代表东方阵营，两个阵营互相相克。普京本人偏向同东方人合作，以破解西方人的制裁。紫微斗数方面，命宫入五宫，五曲化忌，天府同宫，会羊驼，事业宫紫微化权，财帛宫有暗路，命禄入兄弟代表成就，官禄入父母代表名誉，会羊驼主作风强硬。很辣。也潜伏大起大落命运。他在42岁庚戌现紫微坐权，命宫坐权开始进入权力中心。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是他贵人。1999年8月9日己卯流年五曲化禄入本命，贪狼化权入本符，以权取贪狼自化禄，大限流年化禄化权入本命本符，富贵破人来。叶利钦提拔他做副总理，同月又被叶利钦指定普京出任总理，旋即被国家杜马选为总理，期间处理车臣分离组织有功。同年12月被前总统叶利钦指定为总统接班人。2000年庚辰流年己卯月癸未日，流年五曲化权入本命，流月五曲化禄入本命，贪狼化权入流年事业宫，流日破军化禄入流年命宫，流年命宫自化权，流年本命坐权禄，大限紫微坐权，喜事重重，被选为总统。2004年连任第二届总统。2008年大限辛亥，天机进入大限夫妻宫冲事业宫，文昌化进入本父冲流年父母宫，流羊入流千五区持刀凶格。因俄罗斯以前宪法规定总统只可任两届，因而下台。不过他是俄罗斯少有政治强人，未有对手可以取代他，因此他瞒天过海，安排他亲信梅德韦谢夫任总统，他任总理。A 总统修改宪法，将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六年，为普京继续任总统铺路。2012年壬辰流年大限辛亥，流年双禄入大限命宫，流年化权入流年迁移宫，同生权重叠，流年命宫自化权，化禄入流年夫妻宫冲出事业宫，贪狼自化禄，大限流年即化之下又当选总统。2014年大限壬子，大限化进入大限迁移宫，是逆水忌，逆水忌反而是吉不是凶。不过大限命宫阳刃叠加，戊戌持刀，就要对外动武，比较辛苦吃力，同外国人争执，搞得关系恶化。2014年甲午流年坐阳刃，戊戌双化忌，戊戌持刀凶格，流年化禄入流财，流年命宫化忌入流财，禄忌逢冲主争夺。为了争夺进入中东必经之海的黑海扼要之地的克里米亚，挥军夺取克里米亚，被欧美经济制裁。2018年流年命宫坐双权，继续连任总统。不过流年兄弟宫本命田宅宫化忌，本命宫五曲持刀化忌凶格，人民反对声音越来越大，加上美国不断搞分化抹黑挑拨，近年来国内示威不绝，与邻国部冲突不断，内外交困。2021年辛丑，文昌化忌入流年迁移宫，同大限迁移宫化忌重叠，主对外领土纷争，与邻国乌黑蓝领土纠纷。2022年2月是普京壬子大限最后两是转角年，凡转角年都是大起大落，祸福倍增。2022年壬寅流年，壬寅流月，月申流日，戊戌三重化忌入流年事业宫，也是本命宫，流年事业宫化忌入流年命宫，加上羊驼叠会本命宫，被美国挑拨，无法自制，挥军攻打乌黑兰，中了美国人诡计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引发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大举制裁，国内又引发反战示威活动，内外交困，恐怕令俄罗斯经济崩溃，一沉不起，普京闯了大祸，恐怕普京在任一日，俄罗斯仍然受到西方制裁，美国是俄罗斯克星。1991年令俄罗斯解体，然后美国又充当俄罗斯经济顾问，指导俄罗斯经济改革，使用电击治疗，令俄罗斯经济崩溃，
面临亡国。后来普京上任，挽救了俄罗斯。